要如何让缘分就是缘分，如何凝视缘分，看我们的每一种眼神，而我让我们欢迎安普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傅真好。其实如何也是我爱上田馥甄的一首歌。为何？刚好其实在发表那首歌不久之后，其实我有朋友在那几年转贴了你的脸书给我，嗯，然后听说其实你有说过你很喜欢这首歌。我非常非常喜欢，就是佛经单曲循环的概念。是，嗯，然后在我那个时候其实觉得自己那个创作生涯挺孤独的人生里面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就是得到远方的一个，就是尤其是音乐圈里面的一个回应，那对我来说是至今最温暖的一件事情。我永远都忘不了，就是接到那个脸书的时候，就是啊，我好高兴，我当时有勇气把这首歌写完，所以我太谢谢你。我今天是来当迷妹的，谢谢大家给我的机会，我是来爱你的。那现在的手好多了吗？就剩脑子还有点问题。哦，那好像治不好哦。对，因为我发现就是他很失意啊，然后很就是救赎我的心，但他其实就双子座锵锵的。对，能就是懂得中文字，其实应该都已经用在那个歌词里面了。但这是你可爱的地方。生活词汇只剩下叠字跟感化。傅甄有跟我说，他特别选这首歌是要送给这一次就是巡回演出的所有观众，他真心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幸福快乐，然后带着自己的回忆，但却被自己的人生温暖。成长后来是礼物，或者是美丽的包装。记忆中的青春，梦里仍像盛夏的风骚。亲爱的，你想念我吗？最好的时光哪儿还有啊？后来你在天涯。我珍藏起我曾描绘过的远方，好的还会有吗？我能再见你吗？说出后来才懂要舍的话。谢谢安普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Thank you.